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人。咁啊，今日翻到嚟同大家讲一讲更新咗啲乜嘢啦。咁就喺商店里面咧，其实就更新咗个礼包啦。咁啲礼包非常之正啊，亦都提提大家啦，因为我觉得真系劲抵买嘅，比起我以前买嗰啲礼包抵买啊。咁啊，因为120点券咧就可以买到呢个十年抽啦。咁仲可以买两镬添，所以我咧就买两镬啦，唔好谂啦。系啦，大家可以睇睇噶，其他礼包咧，佢就算送石咧，都可能要1000啊咁样嘅。咁所以呢一个黄金十年礼包咧，基本上系必买噶啦，其他冇乜所谓啦，系啦，唔讲啦，其他嗰啲都冇乜特别啊。咁另外啦，就系多咗一个新嘅，系啦，传奇小宇宙啊。咁呢个新嘅传奇小宇宙咧，就叫猫神啊。咁其实咧，大家可以放落去一啲咧未必会用到能量嘅，系啦，因为佢系上一个回合冇消耗过能量咧，咁今个回合咧就会提升 50% 伤害啊。咁但系唔含协战啊。咁例如有啲乜嘢可以用到咧，就系同苦啊，同苦可以用到，因为同苦未必下下回回，即系你用嘅时候咧，你嘅配对未必次次回合咧都会用呢个能量嘅。咁但係你話去到最適合嗰個角色一定係米羅啦，因為米羅呢每個回合都唔使消耗能量㗎啦，咁即係佢每個回合呢都會有呢個 50% 傷害加成，就係咁樣啦。大家可以諗諗啦，呢個嘅小宇宙同苦或者係米羅。跟住就係平安果啦，平安果呢其實冇特別嘅嘢呀，淨係生命值加 10% 同埋雙念房啦。咁呢啲都唔係話好特別嘅啫。咁仲有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要同大家講，就係傳說嗰度呢劇情輪迴呢開咗㗎啦。咁大家呢打完呢個主線中級嘅話呢，可以打返主線困難嘅。咁我自己就玩咗少少啦，去到修復聖衣啫。咁就其實獎勵非常之多啦，或者升呢非常好啦。咁大家緊記啦，玩埋呢一個輪迴啦，攞埋佢嗰啲獎勵啦，因為都幾多下嘅。咁大概重點嘅更新呢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咁當然啦，活動都非常之多啦，咁呢啲就唔多講啦，因為都唔係話特別重要啦。滿月燈入送呢啲自己攞返啦，係啦，有一粒石嘅。咁就今日差唔多啦，嚟到呢度先啦，希望大家鍾意我呢條片啦，鍾意記得畀返個 like 同埋訂閱返個 channel， 多謝大家觀看啦，拜拜。